较慢哦，我就喜欢慢慢享受这一刻。对不起。没有第四关了，李晨，掌声鼓励。接下来，哎，为什么拉炮？为什么？这边不能拉炮，这边不能拉炮，拉炮被警察抓走。接下来，下一个阶段，强辩乐团团长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们需要先颁发他的就职证书。各位，只有这几秒的时间可以拍照。嗯。没什么了不起，没什么了不起，没什么了不起，没什么了不起。你们给人家。没什么了不起，没什么了不起。这是那个业务经理跟业务主任讲。下一个阶段，强辩乐团团长交接典礼开始，双方请就位。他先出来。强辩乐团团长因在职期间少了三位团员，负起行政责任。大家一起来。现在下台之后，由海口接任团长。希望海口在位期间能够带领强辩乐团凝聚向心力，度过重重难关。请交接。噔噔噔噔噔。晚上现在几点？好，没关系，就是海狗的就职及时良辰了，大家掌声鼓励。现在是要宣誓，海狗，请站到你的麦克风前面，一手左手摸着心脏，好，左手摸，右手举上天，跟着我去冒险。这男生他们都笑了。好，现在我念一句，你就附送一句。好，我林海狗，林海狗宣誓，担任团长期间，团长期间，我在位，会善待每位团员，会善待每位团员，当每位团员都像自己的爸爸一样。都像自己的爸爸一样。团员难过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团员难过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一定主动关心团员，我一定主动关心团员。团员没有女朋友，团员没有女朋友，我一定极力介绍，我一定极力介绍，不会自己藏着正妹，不会自己藏着正妹，必要时。冷一下给他用一下。我们说钱啊。有给没给钱就不算嫖。团员怎么办？团员没有钱，团员没有钱，我一定将自己口袋仅有的钱，我一定将自己口袋仅有的钱全部给他。
意思吗？自己狗累的回家，狗累的回家。以上言论，句句属实，句句属实。如有违背，吃便当的时候，主菜掉到地上。上大号的时候，没有卫生纸。你反正你很常没卫生纸，隔壁也没有了，还没有隔壁没有。想要一下的时候，啊？消音，消音的时候，想要来一下的时候，想要来一刻的时候，硬不起来。快讲啊！你不敢讲，这是心虚。不敢讲，没有诚意嘛？对嘛？喂，哇塞，我是团长哎，你 I don't care 哎，你不知道，在墙边团长的地位大概是比草履虫高一点。最后一句，以后弹贝斯的时候，弦都会断掉。你在等我。好，现在我们全部的人大声一起呐喊，好不好？好。墙边乐团，墙边乐团，勇往直前，勇往直前，所向无敌，所向无敌，还阳赎君金牌，来，优秀旅程，请坐。